哟。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Black Ace。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王迪。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赵炳麟。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杨彤。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 AJ 赖玉哲。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顺儿。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茶。Hello， 大家好，我是 Black Ace 的龙。其实就是很简单，一首是舞曲，跳舞的歌曲，一首是抒情歌曲嘛。那你觉得你更喜欢哪首？我两个都喜欢。啊，就是对，其实其实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两首歌都还蛮洗脑的，都是很洗脑的部分，包括情歌在内也是。那个我听大家说那个转音啊也好呀，或者说旋律也好，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们的那个舞曲也是，主要都会以一个更加能够让大家有一些互动气氛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吧。啊，我怎么喜欢呢？对，让给你这个机会。你要大声的说出你爱的理由呀！你们没有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会举，然后就都让给你。那我下一个，我要。这个很难唱哎，因为我喜欢跳舞嘛，然后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动感的歌，那当然理所当然，我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对，提问。就是你是单纯喜欢动感的歌还是喜欢裂变？我跟你讲，我不单单动感的歌有很多睫毛啊，就是你要搞清哦。我哎呦，吓掉了！我不单单喜欢动感的，我是不是要对着你讲？我不单单喜欢动感的歌，而且我觉得裂变这首歌真的是挺嗨的，我自己在家也听蛮多次，都就起舞了呢。Breaking out， OK， 可以吗？可以。有没有人？其实我也喜欢。啊，唱一小段。我不管。我不顾一切的理由，无所畏惧的理由。不要再往后 Q 唱了，这我跟你说，赵敏唱完以后不要再 Q 了，很难哦。笑死！哎，不问喜欢的理由吗？这样显得那个不公平。我们这一段要被笑死。喜欢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是情歌嘛，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情歌，所以然后旋律很好听，在家里听的都起舞了。你是在家跳？因为两首歌，一首动感的嘛，一首是比较安静的。然后我最近喜欢安静，所以说我更喜欢阴里。你有喜欢我动感吗？我有啊。最有问题的是，因为我们仨要，就是我知道他们四个会举，我们仨要负责刁难他们，我们这个拍摄才好笑，才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正能量这种事情特别的飘忽，就是怎么说，很难去定义你做什么才是给人带来正能量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收到一些粉丝对你们来就发私信给你们说因为你我去更加的变得更加努力了，或者因为你我做一件某件事情我变得更加认真了，我觉得那就是怎么说，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努力的做好自己就好。最渴望肯定是很大的舞台，对，要走有更好的发展，对，希望能做出区别于这些就是大众想象中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区别于大众想象的样子，就大众想象可能就是我哎，你们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是超出他们的想象，就我们不做那样的东西，我们做不同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你刚刚说谁？有一个想夸的，我认识我们的一个成员，真的在努力的成长。那位朋友叫龙浩，他在练 rap。前两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了一段练 rap 的音频，听呗。哇，真的？你真的要放？可以放吗？可以放吗？
还不行、啊、那还不行算了，就是反正而且龙是个很有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他刚开始练嘛，一练练的就是快嘴，然后那个我就听了一下，我听了对，我给陈顺也放了，我听了一下，就是那种特别一瞬间说了巨多字，就很厉害，就非常厉害。对对对，他问我咋样，我说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是至少能练快嘴是很好的一个新的开始嘛，就不仅仅沉溺在舞蹈里，我觉得值得夸奖的。没有，因为就是打算把它作为一个最后一个收尾吧。收尾吗、嗯、那你一定要好好弄啊，否则收的会很难看、没有没有，这就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嘛、嗯、对 OK 懂了懂了。你们这么说我还想起个人，华帝、嗯、你说他开始唱 rap 了，我想起华帝开始唱歌了。因为其实我们分趴什么的，就是我们不太就是记不得，就人太多嘛，也记不得哪一句，特别是哪一句谁唱的，这样也记不太清楚。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英你的那前面一句是那个华帝唱的嘛，然后我就听到了我虽然今天嗓子不太舒服，然后他大概就是这样唱的 I told you 希望就算入了世界没尽头，直到世界忘了自己的时候、oh, I told you啊、这我觉得是你跟我听龙哥 rap 的时候有一种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很欣慰，加油！这个词是你用的，没关系。加油，对，这变化蛮大。一路走了，能说自己吗？可以啊。就是觉得我自己成长了挺多，然后找到了自己想以后想干嘛，然后我现在也开始学一个新的乐器。可以透露给我们吗？这个是一个保密，然后以后再展示。乐器，乐器，对，乐器，乐器啊啊，乐器。我也说我自己啊，我觉得就是这三个月以来，然后我觉得啊、我也成长了很多，然后最近也是在学一个新的乐器，然后。我们俩居然一样？不是我们在练 rap 吗？啊，有。你昨天跟我说你在练 rap 吗？我在练。组个乐队是吧？钢琴式的 rap， 然后。希望后面的时候拍视频给大家看。那是你惨喽，他们用现在是 rap 的，你不练个新的东西真的很难混过去。我学会了妆发，我就我也觉得是我自己，对，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是对化妆有越来越了解怎么化妆，对，就是跟奶茶刚刚讲的一样，对对对，对，原来都是有化妆老师来弄，然后我跟 AJ 这两天出去 AJ 都自己弄好，然后让化妆老师不练他就是因为化妆老师蛮无聊。不是不是，就是练习一下嘛。对，你今天是专访来的吗？对，因为我早上有拍，一小点东西，拍个小短片。对，好，技多不压身嘛，对吧？他妈你我觉得小龙，对，就昨天听了他的 rap， 觉得哇，我很欣慰。想听的可以来我这儿买好吗？啊，我一定要感谢自己吗？我是就你刚不是说我最近建立了新的梦想、嗯、我最近建立新的梦想，我要把自己发展成一位音乐人。真的，我、哎、你这个话跟你刚说听到他的那个给我的感觉是对，很欣慰。没有，不是不是，你错了，你弄错顺序了。我就是因为听完他都开始唱 rap 了，我也得往那方面努力了。不，没有，当时看你唱歌来的，所以这就是正能量。对啊，这就是我们的正能量。对啊对啊，就是对吧，影响到你了，你get到我了。海盗童选出裁判兼主持人，本场的最强者，负责游戏环节，最终可以和获胜者一起分享由娱乐盒子准备的礼物。肯定一把，一把，你我要吗？那一人抽两次机会吗？他是抽到为止。哦，那我先开始，你先开始吧。插进去了吗？哦，哎，出来了。开始。哎呀，来，又搓一次。虽然并不恐怖，但是总有紧张感。哇，它会叫吗？肯定在最后。不会叫。哎，它会炸。它会炸。哇，还叫没嘞？都快没了都。AJ， 怎么可能？不要乱讲！完了！哦！准不准？哎，我真的很准。为什么是我？哎，我真的，我很灵哎！我开个光的。
天哪，这个好厉害啊！我要干嘛？那我怎么了？我输了，你就成为下面的游戏。等你惨了，你就是 MC。游戏规则：剩余成员每人伸出一只手比武，依次挑战我会你不会。不会该成员的个人技，则放下一根手指；如大多数成员都会，则出题者放下手指。最终剩最多者获胜。可以评判相不相信他，或者他过不过这样子。对，然后可以评判，然后良性游戏啊，良性游戏啊，大家要真实。你来拿着，好，可以。好，举着个手是吧？我，哎，你们先好，就是我可以，就是边眨眼，然后边露出两个酒窝，你们都不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酒窝。对啊，就是你们没有啊。那我也是，这也算吗？那我有一个酒窝算吗？一个不算，我是两个。哼，啊，行呗。那我这，我跟你说，我这有个，大家这种生理，我这样可以吗？生理条件的不行。我这儿有颗痣，你有吗？对啊，不能说身体，要说发生的事情。哦，是吗？跟你长得不一样，我也没有啊。哦，好，是可以的。那你们会 wink 吗？你觉得呢？我们都会啊。那我。颤抖啊！颤抖。哦，我懂了。等一下，看一眼。哦，开战友，终于是我一讲完之后开始颤抖。就是说你们要说出那种很难的才行，这不就是睁一只眼吗？嗯，你可以扳眼皮吗？哦，真是个睿智的好导演姐姐呢啊。OK， 那现在呢？游戏开始。来，你先开始，你讲一下。我要讲什么？啊，就是你要，对啊，你要我来解释，你要讲一个，就是你只有你觉得你可以做的动作，或者你做过的事情，对，然后别人没做过的，明白？但如果我们都做过，你要自己换下。例如说你会弹吉他，那像他们不会弹吉他，那要现场做吗？不用，你讲就好，你用吹的就行了。吹，但是我们有良心玩的游戏，行行，好吧，大家都没有的东西玩，好吧，好，一定要。好，彤彤先。好，手心，这是五，啊，好，我会咬手指。哎，这个不好吧？来，这我会弹吉他。你不用放手，你不用弹吉他，就会弹吉他的人就不用放。等一下，会弹的什么样会弹？弹和弦谁都会弹。可以弹一首曲子。OK， 没有定义的话就不算。可以只弹，可以弹一首可以弹一首曲子吧？对，弹一首曲子，只弹不唱的那一种。那我会，啊，我也会。你们最好是能会，没有，我真的可以啊。就和弦，就简单的和弦，我也会。曲子，指弹，不是刷，指弹，就弹啊，弹啊。他们在说谎哎，那这怎么办啊？不是，我真的可以啊，啊，我真的会弹，我真的会弹。你要给他说，就是完整的曲子，不是在那乱弹。完整的曲子，要是不会跑调的，然后很真的懂的，真的懂的，对，指弹。真的懂，真的懂的。你不懂，拿下来。那行吧，拿下来呗。你会？请。那个吉他拿过来。会弹。好，然后。好，那这样子你们有少手指吗？好，下一个品林来。想一下，你敢讲我就敢接。我看哪谁打的。想一下。只有我。会摇摆。哎，只有我头围超过60。哦，这样只有我头围没有超过60了，只有我头围60左右，60，赶快补救。60真的很偏，赵平。那无限接近于60，好不好？只有我无限接近于60。好，放了。这个就甘拜下风了吧？甘拜下风。那我，哎，我放下来是吧？你不放，不用放，你放啊。那我可以把舌头就是这样，可以啊，就是这啥？弯的，我可以啊，我也可以啊，我不是你不算，你这个不算，那他这个怎么玩？怎么玩？哪种？啊，都会是吧？嗯，可以。你要自己放一个手指。好，我自己放。对，如果大家都会，你要自己放。那完了，你直接。等一下，我就啊，没有。没有，你是这样，我刚刚啊，头围无限接近60，头围和吉他你都放了。对啊。你的女字暴露了，你小龙哥，他会大风车，对，他不会，
会半个，他不会，他不会半个。只有你会滑板摔倒，我放。我睡过火车站，我也睡过火车站啊。火车站，不是是地上。对啊，啊地上不是啊？对，知道了，对啊。地上，慢说我没有的话就放呗。那我放吧，到我了。OK。我跟男的啊啊！你要干嘛？干嘛、啊？你们激动什么？你要干嘛？我跟一个男的一起生活了三年。一起是什么意思、啊？哎，我爸也是男的。对啊，我们都跟爸爸。除了家人，除了家人，除了家人。我跟我老师也生活了三年。没有啊，我跟我大学室友生活了。我是住在一起啊，对啊，也在一起啊，四年，大学生活。你放下来啊，你放下来啊。我没有想到我这个输了。杨总，你没放，你放，你我放，哎，我放下了。你高中啊，我住过，我高中住了三年了，三年有，刚好三年，对啊，有就不用放，我放了。我和一群男的住了三年了，对啊，哎，他比伊利亚是一群呢，你就一个而已，他是一群。就是打扰。哎，陈顺，顺，我可以。你怎么还有这么多手？头有那么大吗？对，你刚没有睡过车站，你也没睡过车站，没睡过车站。然后你也没跟男的一起三年。哎，那剩几个手指头啊？我跟四个男的睡三年。好，那你掰一个分。来。你干过什么？我可以安静一整天。我也可以啊。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也可以啊，一句话不说。就是我安静过了。我可以安静一个星期。我睡过一整天，一句话都没有说，也算。不用，我说不睡觉。那你没说不睡觉，法官，我安静就行了。你可能要再陈述清楚一点，你这个有一点点就是对，有一点模糊地带。对，你这个模糊地带。对，那就再加一条呗。也有可能你很吵，但是就是早上起来吃了早餐，然后安静一整天。我可以安静一个星期。就是你安静一整天不行，你必须吃早餐了。你必须吃早餐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吃过早餐之后你就开始不讲话，到几点？到几点都没讲话？晚上睡觉。到睡觉前你都没说过话。对。你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想安静啊。你应该是没有什么朋友跟你讲话，所以你无处可宣泄吧？应该。好，完了智齿那一天。可以。那我如果没有的话，就放一个吧，对吧？你也放一个，放一个算，他都说的这么详细，你就是个大傻子。这样我就是给个面子嘛，不放。我只要在家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安静，我连不用在家，我都在家。拉倒吧，安静哦，他自己在家里面又待不了一天。等一下，在家可以。这个法官的判定，你觉得哪你是知道我的 ？AJ， 我一起睡过，你跟我睡过的。奶茶，我跟你讲，因为我原本可能想帮你，但我今天他有可能是个。二，有可能是戳瞎你双眼的武器。来，你说，不是，你知道，公平公正公对。我是现在是个法官，竟然那个海盗飞起来了，他选中了我，我就有这个责任要把关。对，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那我其实很想帮你，我跟你那么好，但今天在采访前，我看到一对龙号噼里啪一大堆。哎，张三还要在了吗？哎，等一下，你们有人听吗？怎么还有三个？你咋还有？你那个我会啊，你不会我没有我放啊，然后还只有我们两个，这样。从你来，从你来，到你了。弟弟快死了，我已经要没了。我有个问题提问法官，如果是不是有一个人没了，那个游戏就结束了？那全部没了吗？没，手指头没的那人要干嘛？好，对。我吹过小号，那个国旗 ，so she right right me right 那个。好，姐姐我没了，那没了，到我了呗，到我了呗。只有我染过超过十种以上的颜色。好，那我没了，没了。这真的厉害，杀了，我秒了。还有一个，你有十种以上，你怎么还有一个啊？你有小号？我要点这个，他说小号，好吧，来吧，小号，耶，可以。哎，所以现在迪迪已经死了是吧？你也没了，那谁剩你？然后现在人都剩一个是不是？全部人都剩一个，这个了。你还有两个，你染过那么多头。他吹过小号，你也吹过小号。嗯，那吹的不是很好。小号长什么样子？形容一下。哎，对对对，那个是那个叫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小号多大？哎，比一下，小号应该长多大？是这样吗，彤彤？这对。啊。可恶。差不多。没有那么。手是怎么摆的？
说你不要不要摆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摆、啊。他一只手不对吧？一只手。他推的不是小号，他就是唢呐。唢呐是这一种吗？唢呐。他手法也过于灵活。我也推过唢呐。好。我现在挖了一个手头，放我三秒，五秒钟谁放下来的手指，好不好？五、四、三，那你放你手指上。下一个谁？啊，但是你有可能会剩一个了。我可能你只要一把把他把他一把一起干掉，就来。我练过筷子 rap， 我前天刚练的，大哥。给他，来我们两个练一个。我前天刚练。给大家练一个。我那词呢？手机呢？哇，我现在抽板，干嘛练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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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没有，好，你赢了，我输了。好，啊，那他们呢？没有，我俩是输了，我俩。结局应该精彩一点吧？我们这个结局怪怪的。那最后的胜者是你也练过了，快去。没有。那就是品林跟杨彤放了吗？那你们俩 PK 吗？你俩是最后决出个决赛，决出个冠军。你们各自讲一个吧，你再讲一个，你再讲一个，你看你能不能先杀掉他。那么搞得像得奖一样，我想想啊，就有点久。你就在那甩过托马斯，你赢了。哦，我可以下头。我下不了，啊，你赢了。怎么就下头啊？哎，你怎么不下头啊？我知道是什么。是这个转的。Breaking 不是。哦，就是那种翻起来，对，但是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了，他现在是不敢的，只是曾经而已，有点上头，就是啊，啪你一，所以我们最后的冠军是，哇，哎，哦对哦对，都不想跟我分享 ，AJ 呢？哎，老红好，老红好，好 ，AJJ 一下，是啥 ？AJJ 一下，如果是吃的，我们就，那我要干嘛？在这边打开吗？这是我，这是我跟老红号的吗？是放远点好，那我这边打开啊，有个拳头出来哦，哎，不是耍我的吧？有蛇，有拳头，哟，小心弹簧，来，我不敢，彤彤你来，我来吗？我不要搞一个我自己的荣耀，这你的荣耀，你必须让你来，哎，拜托不要是吓我的，哎，你们搞的好像真的是吓人的，没有啊。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的，直接翻开来的，你直接翻开来，你还要再拉一下，放进来。哦啊啊啊！真的货真价实。哦，马卡龙哎，这吃的，那一起分享吧，好像是。能。哦。啊，我要个红色，然后我要个紫色的。哦，这样。那个，来龙冠军，龙红号是真正的，没有，龙号是真正的冠军。因你完美的一切。邂逅浪漫，不再穿这份默契，在你身侧就是完美风景，在雨中牵手等待天晴，当作乌云散去 so amazing。 你的身影朦胧之中更温柔，定格画面打乱心跳的节奏，慢镜头 for you， 多希望这段柔软世界没尽头，直到世界万籁俱寂的时候。